最后请慈悲帮我看一下我妈妈的身体，她是1973年属牛的，看身体感恩台长。1973年属牛的。对对。1973年属牛的。啊，你妈妈的腰不好，腰。对对对对对。嗯，还有脚关节不好，嗯。对对对。嗯，你要叫她当心了，她。这个肺啊和心脏这个部位啊，经常漏气啊，经常漏气啊，嗯，觉得气不足，每天早上起来浑身无力啊，嗯。哦，那是不是有灵性在他身上呢？几几年属什么的？他是1973年属牛的。啊，有啊，在他的脊柱上，脊柱上面，嗯。哦，那请问这个小房这个灵性是什么因果呢？嗯，他自己掉过的孩子，嗯，对对对，我就是想问他，他还没有超度久，没走没走，嗯。哦，请问台长，他需要多少小房子？他现在要87张了，慢慢念。87张，好的好了，不能再问了，你问了太多了，好了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好好好，再见。